餐哦。先不要把这四个美食讲出来哈，来，请问一下，美食之都要去哪里？美女好了，来，因为我今天要送面膜嘛，女士优先。请问一下美女，如果今天在未来的某一天来到釜山，上面四大特色美食当中，你可能比较想要吃的是哪一个呢？荞麦面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荞麦面、小麦面，或者是猪肉汤饭、冷菜猪脚，还有东来葱饼，都是来到釜山一定要吃的美食。下一张。好，请问大家除了去餐厅吃东西之外，边走边吃可以吗？当然也可以哈。来，所以釜山呢其实也有四大的特色小吃是一定要去品尝看看的。请问可以吃黑糖饼吗？我做个简单的问卷调查好了，你真的蛮喜欢吃黑糖饼的朋友哦，这么多喜欢想要来尝试看看我们的拌粉条的也有。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来到韩国一定不能错过的鱼板也想要吃看看的？那请问有没有人想要来到釜山吃看看雪花冰的？我觉得举手的朋友都是一样的，你们是不是什么都想吃？好，等一下数到三，帮我大喊釜山之后，告诉我一个你最想要品尝的其中一个小吃就可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一个面膜够不够？再加一个面纸够不够？再加一个扇子，拜托拜托，先送三样哈，来一次送三样，我们给呼喊釜山最大声的朋友，请问大家要来到韩国有一个增加了322%的浏览量、搜寻量的这一个最大的港口都市，你不能错过的都市，请问是哪里？哪里？戴眼镜的先生，请问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来到釜山，你最想品尝的小吃是什么？鱼板是不是？来，恭喜你。